这不没有吗？净瞎说。撞人了，哎呦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两万没两万你别想走。哎呦，哥们儿，你撞人了？对对对，他撞了我。哎呦，他把老腰都撞断了。哎呦，那你拍照了没有啊？一会儿警察来了，你就有证据了。还没呢。要不我帮你拍吧。谢谢你哦，姑娘。嗯，这人就好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拍这里，来来来，拍这里，哎呦，拍他可好？对，哎呦，哎，我手机，他怎么走了？哎哎，什么？我手机？哎，我手机。我已经全部拍下来了，跟我去警察局。姐，我撞了还不行吗？走。不要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错了，姐，我错了，饶过我吧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臭龙迷宫，你走路不长眼啊！你有没有人性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人家不小心撞了你，干什么呀？不依不饶的。现在都提倡大家分类，你看看你是哪一类？哎，这个臭农民工弄脏了我的衣服，赔得起吗？手上没人，这良心呢？衣服脏了可以洗，心要是脏了，可就不好洗。就等你回来吃呢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外面忙，先不说了，就这样啊。喂，宝贝儿。亲爱的，今天有同学聚会，你陪我一起吧。好好好，我忙完就去找你，拜拜。刚才给你打电话是谁啊？是我女神。女神，我觉得她不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给予你生命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甚至为你付出生命的那个人，才是真正的女神。我拥抱着。喂，妈，中秋节快乐！我现在就回来陪你跟爸吃饭。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上班的地方，我现在工作很稳定，不累，我有空就回去看你啊。儿子，我看一下你工作的地方。你要看看公司啊。我，你说你啊，上班怎么又忘带钥匙了？跟我走吧。愣着干嘛？走啊。妈，你看我公司，我就坐这个位置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工作。妈，我先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工作了。好好，你好好工作。谢谢你。没事，有时间来我公司面试吧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，我和谁也无所谓。你们这是黑店吧，质量这么差。您这件衣服是仿品，根本就不是我家的。这一模一样的衣服在这挂着，你告诉我不是你们家的？第一，从面料上看，我家用的是百分百优质纯棉面料，而你手上这件是质量极差的仿面，手感粗糙，走线极差，而我们店里的手感顺滑，垂感好，走线完美。品牌专柜，细节决定成败，这种粗制滥造的仿品我们从来不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其实这件衣服真好看，喜欢就买啊。这么贵，这个月还要还房贷，宝宝还要买奶粉，父母那里看病还需要钱，好像地摊也有件一样的。不用不用，
下次我自己来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别舍不得花钱，自己买一件好点的衣服穿吗？我就是看两件差不多，想省点钱呢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。这20000块钱你拿着，一会儿办事用。好。你好，是你叫的车吗？哎，张哥。哎，沈宇，你不是在北京吗？怎么在这儿跑滴滴啊？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急用钱。急用钱，你说嘛？你以前已经帮了我那么多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能扛就扛，不能用钱伤了兄弟感情。都是好兄弟，不至于。越是好兄弟，就越难开口，就怕开口了别人真的没钱。就算自己能理解，他也怕我误会。哎，你说的也是。所以啊，不能因为钱伤了一个人的感情。人生那么长，困难那么多，可兄弟就这么几个。你说多少？20000块钱够不够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扛。扛什么？我说的是车钱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我是梦露，这家服装店的老板。瞧，来客人了。老婆，要不咱们再生一个？嗯，我想抱儿子了。小新才多大呀，正是调皮的时候，忙都忙不过来。没吃饭吗？怎么又在吃泡面？懒得下去了，随便吃点算了。早点下班吧。好，老板，拜拜。哎，礼物忘带了。喂，诗雨，你每天都忙工作，明天就是我生日了，你肯定又忘记给我准备礼物了。我准备了。两个了，你怎么又给我买了呀？这个送给你，最近你加班挺辛苦的，明天给你休一天假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每当我不在，轻轻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。